啊，这么一列是做什么的？然后在我们的什么有一个什么认证表，这认证表每一个什么叫状态，对吧？一个什么状态，它两个什么是一样的值，但是我把什么做成冗余数据，这是什么叫冗余数据吗？啊，对，存在本两个存在内容是一模一样的，这边改以这个表为准，能明白吧？以这个表为准，这个表什么改了，你要什么跟着改谁？用户表。你说这不很麻烦吗？你这是取舍，要么你查的时候查两个表，要么什么你写的时候写两个表，能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在这儿啊，要么你查两个表，但你要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放到这个查的里面去呢？因为查的操作比较多，能明白什么意思吧？我们写操作是什么相对写的比较少的，对吧？不可能有人哎怎么做呢啊，这样得到什么得到比较什么比较有闲心干嘛？在这就是哎我提了一次，接着干嘛修改，贴完修改是吧，贴完修改就是一直在什么在这个做这个事情，就修改邮箱嘛，是吧？修改邮箱啊，这个地方安全信息，然后点修改啪提交完，修改提交，一直在这弄着玩，是吧？当然这个咱们有办法解决什么呢？就是你提交完之后如果是没有审核的就不允许什么再提改，或者什么提交一次之后多久之内啊不能再提交，比如说五分钟是吧，十分钟啊，不允许再提交啊。又放在这里，这个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那你的时间可以定时，你可以做定时任务吗？定时任务啊，课怎么你没学吗？对呀、啊、你怎么能做出让他拒绝他请求？什么时候拒绝他请求？你现在不是在一定时间内不让他请求吗？嗯，怎么做到？你如果非得用，如果是用 Redis 肯定是更好更快，但是我就是不用 Redis 我也可以实现，对吧？我往数据库里面放一个列，就是这一列标记为什么，是否允许更改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我发个任务，我一开始什么不允许更改，然后发个定时任务，五分钟之后把它改成可以更改，不一样吗？是吧？我就非不用 Redis 我也可以实现，是吧？当然用 Redis 肯定是更快嘛，你毕竟是个数据库，相对起来比较麻烦嘛，是吧？这个看什么？看那个什么？来，就这个，就说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一个产品来说，查询的次数是远远高于修改的次数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在这儿，我把什么？我把这一列做到一个什么冗余数据。啊，冗余数据，它的目的就是什么？防止我什么？你要查这个关系的时候查好这张表，对吧？查清表。好，这个是拿来做冗余数据的。当然，这个有人说，哎，你数据库不是要登？算了，我不说那个东西了啊。因为我记得好像咱们班说过，然后你们一脸茫然，是吧？叫什么？范式。那几个范式啊，是吧？按照范式里面要求什么？这个表里面不应该出现这一类的，按照范式要求，能明白吧？但是呢，我一出现，这什么？这叫反范式，是吧？反范式就是我不遵从你，我非得放进来啊。因为如果你严格遵从，非得遵从范式的话，你如果数据量比较多，数据库性能会降低啊，数据库性能会降低啊。他说有时候我们会遵从什么？不用范式，而用什么反范式？就你不让我加这个东西，我非得把它加过来，但是我性能会提高。这个所谓的性能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我这一个请求从头到尾的一个时间，是对于我整个应用的响应那个性能是提高的啊。这个好，这是关于范式啊这个东西。那说我们这个用户表里面确实是命令状态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顺便加什么？把手机的什么状态，还有什么邮箱状态都放在这儿。我刚刚说过嘛，我里面是有手机那一列，但是我是不是也就只知道你填了手机号，对吧？但认证了没有？不知道，对吧？认证审核通过了没有？不知道。所以我干脆什么，把这个状态也给它放进来啊，也给放进来。你说现在这个表里面会多出什么三点来，叫什么？分别是状态。你说哎，昵称呢？昵称无所谓，因为昵称不需要审核，对吧？你填了就什么填了，对吧？填了就填了，就这东西啊，就这个。这就是昵称，昵称是不需要审核的吧，是吧？昵称不需要审核，所以说他填了就填了，对吧？我们说的不需要加上什么哎，昵称的一个状态，等我查一下你没有昵称，那我就给你显示需要登录啊，不是需要填昵称就行了。好，比如说这个表里面我们需要加三个字段过来啊，三个字段。那 OK， 那我们需要去什么改一下我们的表啊，改一下我们的 folder
啊，做三个冗余数据在这儿，就是 user 里面需要来加三个冗余数据。好，第一个 ，provide， 这个我是不是写一个数字就行？零一嘛，啊，不是零一二，对吧？零一二，啊，无所谓，反正就是数字，对吧？数字，因为啊，有可能是什么未提交，已提交但未通过，是吧？然后被拒绝，然后通过，应该最起码最起码这四个吧，是吧？当然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取消功能，是吧？不可能让你取消，谁来谁吧？来，哎，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一条写不让类？哎，我写 int 可不可以啊？这句话，就这个，我写 int 可不可以啊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写？一般都写什么？包装类吗？对，默认值是 not。对，因为啊，基本数据类型都有默认值，你判断的时候没法做判断，因为它一定不为空，对吧？一定不为空。那在这儿改成什么？包装类啊，改成包装类啊，就是如果你没传，你就给你报错了，啊，就报错。来，这里面第一个叫实名认证状态，实名认证状态，我们起个什么名字？哈哈哈Real name 吧，真名字，你这真的是那个望京迷你幺啊，是吧？这什么叫望京迷你幺吗？不知道。啊，算了，这个吧。状态，不知道。一看你们就不看新闻啊！我们一天都在学习，哪有时间看新闻？别给我扯，望京迷你幺啊！这是特朗普发的那个推特上面写的，他想要去吃望京小腰是吧？望京小腰他怎么写的呢？就叫望京迷你幺是吧？啊，特朗普啊！特朗普不是来中国了吗？他想要去吃望京迷你幺啊？没有吧？今天不是10号吗？今天应该去长城了，应该是去长城了。他那样能爬上去？他去应该是去嘉峪关了，应该是，因为这样通过新闻去判断，我猜他是去长城了。因为故宫是8号发了一个通知，8号闭馆。那一看特朗普去故宫了嘛，然后长城发了一个通知，10号好像嘉峪关不接待游客，因特殊需求，那肯定是特朗普去是吧？猜就猜得出来哈，啊来，啊，10公里之内你都进不去，你还去报？那好，这个，持平状态，然后再一个什么 ，phone， 是吧？叫什么？手机状态是吧？哈，手机状态。有没有？邮箱状态，对吧？邮箱状态，行。然后把它什么，提供一个 get 和 set 方法。总感觉我好像多。不是多就会报错，是因为这里面有个什么，看到了吗？有个串情画的那个也被我给选上了。提供 get 和 set 方法，全选之后把谁把给取掉？啊，你妹呀、啊！真的是去死啊！不要它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好，这样子，这是用户表是吧？好嘞，啊，没事，哎。不，你说这个没，这是个警告，这是警告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加这个 ID 吗？不是啊，返修的话，你加上这个 ID 之后，它去的返修话是比较快，啊，要快。
我这边里面不是有反，我不有反射吗？不是他老把那个 ID 给当做 key 什么，放到那个 register 里面去啊，是吧？是吧？老烦了啊，是吧？好来，好 ，pod 我们想完了，也就是说这边这个 DAO 里面，你看 DAO 中，不是这里面，这里首先对于插入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对吧？但查询，我去做个事情，我要把什么，把状态给它查出来，明白吧？这样子，你下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从 Redis 里面直接取状态就行了？我是不是不需要在数据里面查，对吧？好，在这儿，我说我这个 nickname 是吧？后面叫什么叫 real， 对吧？还有什么？对吧 ？from 这些地方，哎，你们插入的话怎么着呢？看情况啊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只提供了什么那个手机注册的一个方式？你说其实手机默认是什么？就是啊 ETL 的，对吧？手机应该是默认就是 ETL 的，然后邮箱默认是什么？没有 ETL 的，实名认证不用说，默认肯定是什么？没有 ETL 的。他们应该叫什么？都有默认值啊，对吧？有默认值。好，现在再做事情，把这什么，把这三列改成什么？哎，还不定还不着急。我们先查询一下它。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去给数据库，对吧？需要数据库来。你是不是得把这三列给它加进来，对吧？啊，加进来。你像我这种记性不太好的，我经常什么？啊，好、啊，加完这四个语句里面写完了，然后呢就开始做了。最后哎，报错了，为什么报错呢？表里面没加，来这一个什么给加过来 ，real state 是吧？好，它这个什么是个数字吧，对吧？是个数字来。好，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数字，但是我是不是只要一个什么 small 是吧？这个，对吧？然后默认是几啊？默认值应该是零吧，对吧？零是什么？零是未提交，笑啥呢？一是什么？已经提交。说好的默认值呢？啊。而且那也不是。耶、yeah? 哦，对，刚刚自动变了是吧？手写、啊。不是必须手写啊。什么里面没有指定什么指定长度吧？应该是，一位就够了吧？是吧？来，零是什么？零是未提交，对吧？一是什么？已经提交。一是什么？等待审核吧，是吧？等待审核。二是审核通过。三是什么？拒绝，对吧？拒绝来。好，这几个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能不能复制呢 ？Copy， 没事，名字改一下就行了嘛，对吧？他就是也是 copy 过来的吧，对吧？来，带什么 ？Copy， 你们没有 copy 过吗？我不信，你们这么勤快的人都不 copy 啊？你们都不用这个，这工具太老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你没用 Windows 上面 ，Windows 上面我用过的最好的那个软件就是它的原生这种软件。它的里面，你没发现有些你的那个软件里面连着什么自增这一列都没有？这个软件是约束里面最全的一个。有些最全的一个。这个你别管 Linux 上面 ，Linux 上面很多软件都很多啊。手机上。那个你用那个 Windows 上面的，你就发现。它那个字又大又小的。这是用 Java 写的吗？用 Java 写的。可能是用 Java 写的。哎，对，你们有没有用过另外一个数据库叫 MariaDB？ 不是 MongoDB 啊，是 Maria。玛利亚没有是吧？用起来和马赛克一样，基本上没有区别，因为他们的作者是、啊、同一个人写的啊。
好的。因为满赛克不是被收购了吗？收购了之后，你知道，凡是被收购的产品啊，创始团队一般都会啊，离职再新写一个，是吧？啊，因为董事觉得说啊，理由都是千篇一律啊，那个收购之后那个走向和我原先是吧，心中预想的不一样，和他们跟我说的不一样，是吧？啊，我决定离职，然后重新再写一个，是吧？理由都是这种理由啊。哎，好，这样子我把谁？把这 DO 给他安装一下，再把谁？抛着给他安装一下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出错了吗？没有吧？这样子我们这个好了，这样子我们查询完成之后，是不是会多出一个什么？多出一个字段过来，是吧？多一个字段过来，就多这么几个字段，然后就是它的一个状态。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Redis 中直接去查用户状态？但是你要注意，这个状态要实时改，要改的。什么要改？如果我在后台管理员给你审核通过了，那么你这个 Redis 里面数据是不是跟着更新？没错吧？你原先是不是你提交是一吧？我是不是给你通过了？是不是要改成二？或者拒绝是不是改成三？你不改的话，你不能光改数据库，你还跟着改什么？改 Redis？ 你不改的话，这个数据是肯定是不同步，是肯定是什么错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到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改它啊，改它那肯定还要什么？还要用到我们昨天说那个东西叫消息系统，是吧？消息系统，我们到时候你发现好多地方都会用到消息，啊，消息啊，来，好，这样子。不打扰一下是吧？安装完成。那这样呢？我们现在已经确定我这里面有这么几个状态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点这个页面了，是吧？啊，到我们这上面的一点，然后在服务端一查到底一个什么状态，是吧？什么状态？然后呢，就 OK 了。其实我都不需要查数据库，为什么不需要查呢？以后这个页面肯定是什么？肯定要做深入前线认证的，比如必须是什么？必须是已登录用户才能进，对吧？所以我不用担心，哎，你没登录，你直接访问这页面怎么办？首先必须是已登录用户，对吧？已登录用户，然后呢，走。来，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，Container Web 里面。它应该在 User 里面有这么一个什么 ，info.html 啊，这是我们等会要显示、啊、内容的页面，对吧？显示内容页面。好，那我们得提供一个接口，是吧？提供一个接口，那这个接口怎么提交呢？提供呢？怎么提供呢？现在问题在这儿。我这个用户相关的页面，我到底是放在前台呢，还是放在 SSO 里面呢？放哪儿呢？前台。放哪？就放在这个 content 里面呢，还是放在我们这几啊？903，对吧？我们903，901不是用户登录的页面吗？903是不是我们的前台首页？我到底是把它放在9003里面呢，还是放在9001里面呢？放哪？想想吧，想一想。大哥们，别被一个分布项目折磨成这样了吧？有什么可折磨的？这还不到折磨的时候呢，这才叫什么东西啊？还没到折磨你们的时候啊，还没到开始建三个小时的表的时候啊，等那个时候你们才是真正的折磨啊！那时候就各种问题就来了。现在只是一个判断，只是一个什么？马上就做一个什么数据库基本的资料改查，就是提交个数据而已。这应该最简单的一个操作了吧？你们学的所有的操作里面不就是贴个用户资料吗？这已经最简单了，只不过我们中间多了一个判断而已啊，是吧？然后多了一个数据拆分而已啊。那我应该到底把它拆分到哪儿？是吧？考虑要不要拆分，对吧？考虑要不要拆分，要不要拆分取决于什么呢？你要看你的这个访问量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分布项目不是说啊，我一个功能，一个小功能，我就把什么拆到一个地方去。因为有时候有些页面，可能好几个功能访问量比较低啊，对吧？他们好几个比较低的，我可以什么合并到一块去，这样减少什么硬件资源，对吧？节约资源，我原先一台服务器够的，你拆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拆成很多服务器，对吧？节约硬件资源，那你要去考虑一下，我们这个页面用户的访问频率高还是低？